大夫，碧莹她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她本教义常体弱，再加上气急攻心，便昏厥不醒了。我给她开了一副对症下药的方子，但却需要一味昂贵的药引，不知道你们可找不找得到？就是这味药引。 真是省事儿多了！哎，你看我这手，哇，别皱眉了！哎，牡丹花，牡丹花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碧莹病了，啊？昨晚郎中给开了药，但是一定要以牛虻作为药引。我一大早去药馆都看了，他们说牛虻有毒性，不再进这味药了。那紫园的药堂里头有好多药呢，没准就有牛虻。 可是那紫园的药都是给主子用的，他就算有，那咱们也……是啊，就是咱们身份这么卑微，怎么行啊？这紫园医馆啊，是有牛虻，可是呢，是供主人们服用的。 大夫，你要多少都行，只要给我几支牛虻。这里是你一个下人来的地方吗？嗯，赶紧走。可是大夫，我三姐真的很需要这牛虻。嗯，不用废话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<笑>哎呀，哎，谢三娘。哎哎，那个谁，把三公子的药拿过来，快拿过来。 哎哎哎，哎呀，还有呢，啊！哎，你看，哎，这是三公子的药，都是用上乘药材配好的，这个是我孝敬三公子的，您收好啊。收下了。您收好。哎，怎么还在这站着，还没走啊？走啊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哎呀，你快走吧，走走走，啊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 大夫，求您救我三姐一命吧！哎，你怎么还跪下？快走！我让你快走，走啊！快走！哎哎，您慢走啊！哼！啊，您慢走！哎嘿嘿。